坐在这样的茂密的竹林下呀，远处就是高楼耸立，近处是成片的梅花，景中有城，城中有景，这样一片春日的景象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来驻足观赏，就享受春天嘛，春的契机从现在开始。除了在近千米的梅花长廊里赏梅品竹，还能来到河边的茶馆里点上一杯盖碗茶，感受一下慢成都的休闲与惬意。再喝上这种二花，挺美的，挺享受的。